出去，像这样丢出去，这样都太近了。你就在自己最抓 timing， 就比如说你拖到这个时候开也没中，你就再慢一点，懂意思吗？就再慢一点，你就知道大概说今天的雨大概怎么瞄啊。那不懂你在黄哥，你不懂在问辉哥啊，辉哥已经有讯号了。那你们那个水深要随着那个潮汐变啊，怕如果掉太多，怕很会挂底。渡边不咬就是留钩啊，就是要丢留钩啊。哦，渡边刚刚从咬讯很少，没有什么讯号。对啊，如果不咬就要丢留钩啊。因为我刚从渡边这没什么讯号，讯号很少。哎呦 ，OK 吗？哎呀！虾子没了，那边好咬哦。哎，不错了哦，辉哥抓到诀窍了
是不是吃很沙？因为这里哦，要么都是吃退，要么就是吃完快干潮底的时候。啥？水？没有，就左边不是。哦，这什么？太雷了！你看雾一秒，雾一秒。钓到，放流吗？看有没有安泽啊，有安泽就有机会啊。女王放流哈，要丢住边的。嗯，要丢住边，住边比较会躲猎食性的。比如说红枣，红枣鲈鱼，放流这种size最好。哦，游那么快？对啊，都给他游就好了。对啊，这就要放流，没错啊。如果讯号很快了，那更快那个就是猎食性来吃的、啊。不够渡边了，龙哥，那渡边一点。好，那就给他跑吧。这种赛事哦，很好玩，他来吃哦，吼、哦，不去了，很沙、啊，这种赛事。鱼最爱那个大鱼最爱吃的，因为乌鱼身上又没刺，救一下，快甩过去要对抗了。我跟你讲，只要有乌鱼苗哈，都代表说猎食性会进来。哦，还吃了，中了，中了呢！哇，脱钩。很沉哎、欸！看它咬在哪里？它咬在哪里？钩子太小啦！靠北，我又没有大钩。哇！整只卡走，你没看到吗？是昂泽。昂泽啦，那大只的啦。整只拖走，你没看到吗？好，辉哥来了，丢渡边比较有机会啊。乌鱼也会吃，我们来这边用窝乌鱼。我也没。断了，剪太细了，果然吃那个什么，哇，这也不够力啊，哇，然后没有出的，因为换细，哇，可惜，你换几号钩？要越大越好。看一下，可以，来，我来就我换钱打杆试看看。不会啊，这角度看得很清楚了。应该是天色完了，那个猎食性赶跑出来了。哦，不错，有，钻洞了啦，钻洞。啊！靠！你又被关进去。有吃。哎，在炖呢。哇，跟我刚刚一样嘛。哇！啊，龙哥看的都高潮了。太厉害了。钻洞，哎。哎呦，还在呢。你看能不能把它诱出？不然就是你可能要走下去，让它绕过，哎，还在呢。你线有用粗吗？很粗线。直线啊。哎，还在呢。哦。哦，那什么？可以
哎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哦，大红啊！哦，大啊 ，OK 吗？真的跑出来了。跑出来啊，不大，哎 ，OK 啦。可以。可以的啦，这是哎会掉哦，捞网。不用吗？不会掉哦。哇！哎呦，差一点哦、喔！差一点啊！它断掉了。然后它断掉了啦，线快断了啦。哦。